好像不适合耶。有啦，有什么背景？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好了，啊，不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礼拜六反正没有固定团，蛮休息呀、啊。啊，好死不死，礼拜六是刚好碰到我生日啊！啊，如果礼拜生日在礼拜五或礼拜日，反正就是平时那种有固定团，我就提早一个小时开嘛，那样子。感谢牛奶的超级留言，哪有这样啊？感谢马平的22元，敲我，我爱吃蛋糕了。今天跑去全联买，然后那时候忘记购物袋又太大。我手上是那个麦当劳的红茶，然后再拿一个这个，那就我是比较担心红茶洒出来，那就一路骑车骑回家啊，还好没有事情发生。我标题是不是要改啊？然后编辑，祝我生日快乐。好，储存。哦，我就说蛋糕就只吃起司蛋糕啊，因为那个什么，而且是轻乳酪蛋糕哦。先讲一下轻乳酪蛋糕哦。那、啊、这种茶还好，我带茶子。那现在配着于娜的那个红茶。等一下，蛋糕掉啊！哎，哦，我的键盘有点要遭殃了，等一下、哦，好呀，哎，那乳酪蛋糕怎么味道变了？感谢阿长的超级留言哦，好久不见了，我应该这几年不会有场次了吧？反正只有场次才会见到你们。对啊，又老了。哇，完蛋了！我觉得我要小块小块吃，吃太大块，好像蛀牙在痛。慢慢来啊，反正等一下八点就魔物猎人了啦。对啊，主要是那个啦，怎么讲？怎么说？感谢空余的超级留言。还没吃饭，去吃饭啊！反正我只是提早。我现在看到超级留言总金额是1234，哈。那
个打一次就好了，不然你会被管理员 ban 得很干净哦。你好想，好想加红宝，你，可是你那时候已经买了很多商品了，不是吗？对吧、啊？那时候我又说我多送你一张那个啊，明星那个不啦，又有卡贴。你在想今天要不要走？你慢慢想啊，你慢慢想啊。啊、哦，我一直歪，好酸啊、哦！哎、欸，还是不要背景啊，那背景看起来好亮哦。我看一下哦，这个关掉，还是你要看别张图？说指定啊，不是这个，看一下哦，那张跑完哦，这里这里，这张应该是目前唯一能看的图了。那、啊、其他图就不好意思丢出来了。好黑，没办法，黑才能看到背景啊。有演艺照片当背景吗？没有。演艺照要大一点，对不对？放大哦，要这么大哦。好，那么大，那我继续吃蛋糕咯。不是啊，重点是我今天不太想开，是我还没洗澡啊。但身体好黏哦，我那么突破，不是啊？你没看到我把脸遮住了吗？我刚刚还有存那个啦，就是上次给你看的那张照片，这个，那想说那个，看吧，如果我哪颗头，我头去撞到还是怎样，我再公开。刚给凯郎妈看过了，她也吓到。对啊对啊，就是很香的那一张啊，我给凯郎妈看过。你又想吃啥啊？不就还好我回收的快。我好像有点撞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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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是上礼拜，好像是上礼拜四拍的吧，所以过了一个多礼拜了，应该还要再涨一点点。哪颗头？一颗啊，你就看我这个头敲坏之后，是吧？哎、欸，不是啊，你们会截图就更不敢放照片了好吗？那哪是一点腹肌啊？那腹肌超明显的好不好？那哪是一点腹肌啊？二头三头都有练，有啊有啊，肩膀的啊，啊我现在背肌还没练啊，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你胸肌还没出来，你不用练腹肌。他说你要有胸肌再练腹肌会比较好，这样跟我讲。啊，我现在就是胸肌有在练，啊，过阵子再去练腹肌，不对不对啦，背肌。截图很不礼貌的感觉，我觉得是很不礼貌。可是哈基那边通通都在截图，就很恐怖，你知道吗？哈基伸懒腰啊，打喷嚏啊，打哈欠啊，通通被截下来，很恐怖哎、欸。明明。想丢上来看东西，哦，明不哦明不明显丢上来，让我看看就知道了。这个才刚开七分钟而已，等一下吧。感谢小远的超级留言，拿亲戚的什么狗带我生日给我的钱给我，感谢感谢，然后感谢马田的超级留言。欸、所以我说你们的隔壁很恐怖啊！那时候看到那个最后哈基那个，我边是边看边笑、欸。哦，就那时候感到最明显、最有感的就是那个什么伸懒腰吧。然后伸完之后，不是
肚子会往内缩嘛，缩了一下就是很明显有腹肌的感觉。啊，然后现在有肚子啊，我肚子就是捏下去完全都捏不进，捏不出肉了，皮跟肉都接在一起了，都捏不出那种怎么讲，鲔鱼肚的那些一层肉，就很开心。不然你以为我们那个单曲 MV 是要怎么做出来？不是啊，你要知道你既然要让那么羞耻了，你就要放开你的尺度，那么唱才对啊！你越唱越小声，我都很想说你，那你干嘛要唱这个东西？你自己都觉得害羞了。待会是僵尸吗？不是，是魔物。今天哈记他们是固定团啊，固定四个人还五个人啊？哦，四个人。我不信，下次试试看是什么。欸，我没播广告欸。感谢祝福。那个不是我唱的，我知道啊，我是说你们那边的。既然要让人家那么羞耻，你就自己不该羞耻啊。欸，陈安安。我靠腰，是你超级流，抱歉。感谢陈的超级留言，我以为奇怪怎么大家在讲陈安安。待会继续吃饭好了，然后你知道，反正八点啊，八点是 HTT 他们想玩。阿斯问说：“等一下有没有要开？”我想说，反正就生日台开一个小时应该就够了啦。我的单曲哦，不会啦，我也跟他们讲说不要用啊。你看，你们还要去跟人家要什么录音档，然后。欸，对啊，啊，可能人家可能随便录就好了，不是随便录啊，去录一下就好了。啊，只是想说不要麻烦到人家了。啊，我问一下哦，真的有人跑去跟人家要录音档来做影片，然后被我阻止的吗？真的有吗？看有没有很期待，有没有？那就发现说根本没有。感谢静的超级留言，欸，静，我是前几天才知道你跟小鱼的事情，欸，超夸张的，欸，一个小时不够，你说生日台吗？不够的话顶多列完龙之后继续啊，啊，只是看到时候那时候还剩几个人啊，欸，等一下我好像还有一张照片，欸，我看一下，我翻一下手机，等一下我只吃两口蛋糕，欸，啊，等一下哦，你说这都，我想说这件事不能讲，欸，你的人物头发抖动的好严重哦，因为原本你说我后面那两坨吗？那没办法，那个其实是另外加上去的啊，那个已经不是头发了，所以抖动的很严重，所以我要坐正，这样就不会抖动了，啊。我刚刚在低头啦，感谢洛言的超级留言。蛋糕掉到键盘之后就被我放着了，所以我现在把键盘收起来了，欸。欸，小鱼，你借我放一张照片哦，喔，看一下，喔，在这里。好，我有什么照片可以放啊？欸，有一张可以耶，小雨你借我放哦，喔。啊，算了，不要好了，不要，我回收。干你已读屁哦，喔！啊，贱人！欸，你已读屁哟，喔！啊，说借我放。啊，那你刚刚不是说那个吗？啊，等一下丢的是上，好像八月底拍的吧？感谢杰克，嗨杰克，不是感谢杰克，嗨杰克，感谢小奈的超级留言，欢迎，喔。可是要花三百多，怎么容易花三百多？等一下哦，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我主要是怕有漏
漏点什么之类的，这个要截图的可以截哦。这张是八月底的时候拍的。好啦，不好就用这张来骗好了，我继续吃饭。我觉得这张也很骗，好不好？可是这张形状就没有那篇的好，哎，没有月初那个好。坐车去找想要310，不然就这个。感谢银狐的超级留言，减脂餐没有，我就吃的，我真的是吃到很腻耶。鸡胸肉、鲑鱼跟蛋，真的吃到很腻。练出成绩不错啊！哎，不是，杰克，你又不要练啊，你知道吗？我会胖就是因为练出肌肉，我不是因为吃出来的。你看这个，只是这个练起来真的很辛苦，因为吃不胖，长不出肉，要练肌肉真的很难。杰克这样就很萌，没有，你要想一下那种反差的有没有？他练出馆长的身材，然后个性依然那么萌，对不对？啊！好，我要换图了，我觉得好羞耻哦。感谢杰克超级留言。等一下，我被蛋糕噎到了，太大口了。我觉得乳酪蛋糕好，就是好在你不用咬它，你放在嘴巴慢慢含，它也会融化。手机不能，我上次也是，我上次就是怎么抖都抖不了，好像是巧克力生日那天吧，怎么抖都抖不了。我一群人在抖巧克力生日的时候。你们要刚刚啊，这张，哎呦，怎么用大张？哦，这张不是我拍的啦，白痴哦，想起来了，看那时候我的手，你看我完全手臂哦，看哦，手臂我那边完全都没有线条哦，看看我右手那边完全都没有哦。感谢，对不起，不会念飞吗？飞的超级留言，就这就很明显了吧？我的那时候的手真的是细了，啊，如此白嫩的手啊，结果现在我的手也不细了啊，因为之前那个哪里有个柱子，不是说你穿过去的话可以享受几折吗？我感觉我现在穿不过去了。我桌面好多图哦，快删一删了啊！我还留着哦。我也觉得太细，不太感觉会断掉。没有啊，所以我现在只是去塑形啊。我真的没有要练太壮，太壮的我真的会吓死。哎，你也赶快去练吧，你也是跟我一样瘦的啊。而且那个哪里，你们家附近不是那个百货公司里面有健身工厂，就去报名啊。哇，珍惜好久不见，感谢珍惜的超级留言。欸，珍惜刚好看到吗？还是我放回来？我放回香香的那张，哪一张？这张，假的，不信，浏览，
然后再看一下哦，我们再回来这张，怎么又那么大？看，线条出来了，电哦，是要找教，不用找教练啊，那个点点也是跟我讲说，那个我那时候去健身工厂，他是跟我讲说，如果你没有什么推荐教练的话，不要理他。他这样跟我讲，然后就没有理那个教练了，因为他当时其实只是叫我去流流汗而已，叫我运动就好。然后后来就是练。就运动到突然有一天觉得好像胸部有点紧了，然后就发现好像真的去照个镜子，发现有点形状了，然后才开始想要开始就是练身材之类的。感谢厌世喵儿的超级留言，谢谢谢谢。希望你不是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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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时候是叫我去练的时候不用找教练。对吧、啊？然后我朋友也是跟我讲说，其实也不用找教练，因为教练只是逼你去做一些事情，让你比较会去健身的感觉。有时间可以试试看。哎，这就讲就来了哦。你有时间不一定有毅力去做，你看看小雨他其实也是有报健身课程哦，只是他之后都没去了哦。感谢怎么念？怎么陈？张？怎么张？感谢张先生的超级留言 ，MING 张，感谢你的超级留言。教主爆料，不是他那时候在实况上面讲的啊。泡面不会增胖啊！欸，我那阵子有一次晚上爆肝在那个剪片，那时候在 FB， 结果那时候狂吃泡面，吃了快两个礼拜，结果我那时候瘦了1公斤，欸，吓死我了！欸，机器人，你怎么跳出来了？机器人，等我一下哦。啦啦啦啦。抱歉，机器人不听话，大家去休息了。好了，我回来了。然后就吃泡面没营养啊，吃泡面只是甜甜味而已啊。他是真的不营养啊！我张先生不是啊，刚不是超级留言那一位吗？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哦，你是陈哦，白痴哦 ！CHAN 不是张吗？张，哎，不然张是什么？哎，是我一开始念对哦。张，还是 CHIN 才是张？白痴哦！那张是什么 ？CHIN。哦，啊 ，C H A N G 哦，哎呀，差一个 G 啊，哭啊，对不起，哭哦，哭哦，哭。哎，那为什么我会不会写错字了啊？等一下啊，因为我最近有寄一个国际的信出去，我还想我是不是写错字啊？啊，应该是没有啦。好友，不要爆爆爆爆，不然那个重启很难成。什么的脸有改善吗？你说痘痘吗？痘痘的话是，欸，这个说到这个哦，我觉得我跟杰克是这种喝水都会长痘痘的体质。有些人是喝水呼吸都会胖啊，我们是喝水呼吸都会长痘痘。啊，痘痘这个东西，我是因为有看皮肤科啦，我发现我反而去健身痘痘。痘痘还是会长，就是你里面的毛囊堵塞之类的还是会长啊，所以还是要洗脸啊。对啊，所以
我们这种喝水会长痘痘的体质，真的多喝水虽然是有差啦，因为就是常常去尿尿排水啊，怎么排水排毒啦。剩下8A9元先欠着，等发薪水再下来。不用了啦，你上次不是也帮我垫了好乐迪的钱？萌系，不过有部分是我饮食不得了。你说吃油炸的吗？感谢秀秀的超级留言。因为之前我最近本来想说晚上嘴馋想去吃炸的，后来想想啊算了，不要好了，再长痘痘，我就跑去吃卤味了。这样，那是他们评分的吧？哦，好吧，那你还是欠我了，还是欠着哦。那个大牌迟到15分钟的，感谢马卡龙，感谢雪糕，还有谁？超羡慕会瘦的人，哎、欸，好啦，你可以羡慕啊，可是我们也羡慕会变胖的人啊。我们因为你要练肌肉，首先你要先吃出肉来啊，你要有肉才能长肌肉啊。像我就是没肌肉，所以。我要长出这些肌肉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所以我其实是下很多功夫跟非常努力在做功课，这个啊，不然其实我还有一张是去年11月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拍的，我那时候想说就拍个对比，就还好我有拍到胸部，因为我当时胸部是很就整个是平的，没有线条。那现在是因为胸部就是有形状了，然后腹肌也有一些形状了，对吧、啊？你有假腹肌？哎、欸，我本来也想直接去买那个什么，不是有人用 coser 专用的那种假腹肌吗？懂吗？就是那个你直接 P 上去之后，你就有胸肌跟腹肌了。练田径的练一练，练出腹肌，会啊，因为他就是跑步也是用到下那个、啊、下面的力气啊，肚子以下的啊。你好想拿这张当手机封面，我跟你讲，还有更香的、喔，只是我不太想放出来。那张其实有点羞耻了，那张已经快照到脸了哎、欸，不是这张，我跟你讲，这张还不是。感谢微微的超级留言。好啦，不然等一下啦，等我再吃几口，我再考虑要不要贴。我先看一下我那张有没有有一些该遮要遮的吧。因为其实开台前我就在修图，不修图还是把一些部分的那个挡掉。等一下哦、喔，桌面。感谢点底线点的新会员，所以蛋糕呢？蛋糕，你要回到蛋糕的照片吗？蛋糕还在吃啊。然后你听我解释，那是乖的杰作，什么乖的杰作？看抖内决定要不要放，也不是啊。哦，不是啊，我那时候我前几天不是说，视讯的话就看有多少钱，不是吗？因为其实这笔钱，我也是说要拿出去捐啊。啊，掉到桌上了啦！等一下哦、喔，蛋糕掉桌上了，对吧、啊？明天再喂食，喂食什么？蛋糕到处不是它坠楼了。我用手去接，我应该说蛋糕下面用手去接着嘛，然后到嘴巴的时候啊，就是我有几个会跳了，不知道怎么跳的。
欸，还好我把键盘收起来了，欸，不然等一下里面长蚂蚁。感谢九尾狐蛋糕桃子。啊，嗯啊嗯啊，我的桌子，哦，桌面呢，啊？你没看到刚刚稍早？如果你有看到稍早的照片的话，我其实桌子很脏，欸，就很乱呐，啊。你看这张，其实后面有灰尘，有看到吗？那个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擦，欸，我那时候拿湿纸巾擦过一次，就灰尘越擦越多。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唐老鸭后面有一个药膏？那就是我擦痘痘的，然后桌上那个报纸是挡绘图棒，那个怕受潮还是有东西掉下去的用的。比你干净对不对？当然拍照要挑角度啊，如果正常拍的话，你会觉得哇靠，这人怎样桌子那么脏啊？标题什么意思？生日快乐啊！反正事情解决了之后再来处理你，处理什么东西？你们要干架了。选择性被吃的蛋糕是乳酪蛋糕吗？对，是轻乳酪蛋糕。哦，后面那一句哦，你妈很明显吧？哎，欸，我会去，我就说我会去健身也是为了点点啊。你看。哇，我根本没有动力去健身好吗？啊，这张就是之前猜错的。我那时候讲说，就算我猜对，我也要画一只补补的鸭子来贴。结果还真的猜错，妈的，就差一个超级超级超级不超级明显的东西，我没看到。有啊，我撕的擦完有用干擦，就它就跟长虫子一样，长得很快。过往送货，好，拜拜。不信，帮你送货。那等一下，如果真的贴出来的话，你不会哭死没看到。哦，然后今天去敲了那个动身的那个生日的东西，敲完之后好空虚哦。感谢允月的超级留言，谢谢允月。我下午有看你在玩麦块啊，你不是在当那个 TP 点吗？重生点，月牌重生点这样子。感谢啊，也祝你在 POE 可以顺顺利利啊，因为看你们好像都开在玩。好啦，我要贴咯，我要贴咯。看我那张照片在哪里，我怕贴错张哦。哎呦，太大张了吧，这锁骨是怎么回事啦？等一下，这好恐怖哦。等一下。你先传给我，传给你手就同一张，你是白痴哦，同一张啦，只是那锁骨太大了吧？哇，真的好大啦，靠腰哦！哎，这张太大了吧？等一下，我再拉。怎么你是想自己先偷吃是不是？给喽。噔噔，这个我觉得这张就很骗了，对不对？小鱼，这张你就看过了啊，你还要什么？这个是上礼拜的啦，上礼拜六拍的。
这个是那个那时候本来想说，因为想说就练一个礼拜嘛，那上礼拜六啊生蚂蚁了。感谢杰瑞靠腰，感谢杰瑞超级留言。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今天生日嘛，然后就拍一个哦，今天还没拍。我想说，就是拍一个礼拜的对比图，就我今天忘记拍了。哎呀，没事吗，小鱼？我是上礼拜，我是什么时候腻你的啊？还是这礼拜啊？因为这张是那时候小鱼就问我说，就聊聊聊，就是我有一张更，我刚拍到一张更片的。就这个，对吧？这是目前练的状况了。还最近还会再继续涨了，因为怎么讲？因为想说，既然已经有形状出来了，就想说就再更明显一点。你现在可以去拍我出来看看，不行哎、欸！我现在吃东西，等一下那个什么，那个肚子会跑出来。不是啊，现在去拍，谁要顾台？不，我觉得这样最刚好啊。欸，没有，我现在是有稍微出力才有办法用出这样子。如果不出力的话，那个腹肌其实很不明显。应该是，欸，对啊，就是我胸肌其实是手要稍微往前才有。如果我立正站好的话，其实胸肌会不明显。草莓子吸引你注意，那我换另外一张，我还有一张哦。属性，那就这个好了。开启，完成这个。好，补补挡住了。我刚开台前在修这个，就把补补到处乱扔。感谢汤包包的超级留言，你终于下班了，对吧？欸，有没有觉得我跟那个在高雄场看到我已经差很多了？而且这个角度真的要挑欸，我故意站在灯的下面再往下拍，所以腹肌会特别明显。不然的话，我其实腹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欸，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因为那天其实 Joko 有戳过，老巨也有，然后舌头也有，舌头最白痴，妈的叫他摸腹肌，他可以用食指一直狂戳。我说还好啊，我说你用戳的你还好，你用摸的啦。那怎么加入 FB 会员？FB 那边不用加了啦， FB 那边其实那边我也不知道怎么要解除掉那边的那个会员。练了多久才这样？目前就是 FB 离开之后到现在，所以是一个月又19天啊。也你为什么没有？你迟到啊，你白痴哦、喔。而且那天我也想问你说，你有看得出来我变壮吗？我大家都在健身，也没有大家，你看巧克力就不健身啊。一个健身一个月就我就我讲了啊，我其实很也蛮拼的啊，因为健身这个东西。人家说健身其实不难，难的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啊。因为人一定都有惰性啊，像要你天天做一样事情，那样事情其实有点烦，但是又不会太烦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选择性不错。让我啦！跳楼啦！哎、欸，我这次切很小块的，还是跳楼哎、欸，我气死！对吧？目前啊，这是目前现况。啊，我想说，我其实那个什么时候啊，在签 FB 的那一个月吧，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天天去，然后我其实那时候都有就是骑那个回家冲澡的时候都有拍，
我想说就是每天拍，然后就是记录说看有没有那种，然后一天一张对不对？然后一个月就是30张啊，然后这样做成就是缩时影片。那结果12月的时候开始，我11月开始健身嘛，然后12月就开始 FB， 然后1月的时候开始疫情爆炸，那就爆炸到7月的时候我 FB 解约嘛，然后就是8月开始健身，就是回来 YT 之后，我本来以为有更多时间可以好好剪片或什么的，结果把这些时间拿去健身了，所以我的影片品质其实没有提升啊。有时候就因为健身太累，我反而就是影片可能要先出，就是赶时间要去健身还是什么的吧。因为有时候那个暑假，那时候因为暑假还好，因为最近是因为开学了啊，大学生一大堆就是骑摩托车啊，最近车位又不好停，还要乖一点哦。那车位不好停，就是想说早一点去，然后哎呀，就是剪片跟健身有时候要调一下时间。嗯，我换另外一张好了。好，晚安，拜拜，拜拜，拜拜。我们换回这张。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张啦，因为这张的肩膀跟二头肌比较明显。我那时候也是在健身的时候，见到一半看到镜子里面的我，突然觉得肩膀有形状耶，然后就赶快拿手机出来。我觉得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戴手套啦，感觉戴手套比较专业的感觉。我觉得我吃不完呢，这好甜哦、喔！不老了啊，以前超爱吃的哎，以前真的是莫名其妙可以把一整盒乳酪蛋糕全部吃完呢。哎，我感觉它又要掉了，你不要再跳楼咯，拜托你了。白痴哦，吃剩蛋糕，我当然是明天继续吃啊。不是练多久，是动作要正确。对啊，所以我等一下，我先嚼完。我八月那时候健身，其实我觉得自己都，应该说，我刚进去健身的时候嘛，因为没有找教练，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器材去摸一摸，但是就感觉说哦，回来全身酸痛，这很正常嘛。那结果练久了之后，发现都没有什么酸痛感了。然后疫情爆炸又回去过的那八月嘛，八月在健身的时候，又稍微有一点酸痛感，可是酸痛感也持续一下就没有了。那是直到我刚好有一个国高中同学，他也在同一间。然后就约时间一起健身，然后我才看到他说：“你都在这边哦，你都应该说你都在这一区玩哦。”他说：“对啊，因为你有看到那个红色垫子吗？我现在那个红色垫子。”他说：“其实红色垫子都是那种给那种比较就是入门到中阶的那种在玩的，要用就用那种黑色器材。”他说：“黑色器材才棒什么之类的，因为他是用钢片。”就是人家那种举重那个一片一片东西，啊，我这个红色器材是用插，看你要今天多重，就是把那个插孔插那个重量在用的。然后他就带我跑了几轮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有酸到哎，然后他就开始来教我怎么用，我还觉得说我前面那个月在干嘛，都在玩心酸的哎。那就是有去练一个腹肌的东西，后来我练完之后，隔天要去练的时候，发现我肚子痛到不行，完全一下都举不了。
啊，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跟他讲，他要带我再去做一次。他说这个不行吗？我说真的不行，不行，不行，我做一下，我肚子痛到不行。我是肚子好像就是怎么讲，已经有点就是肌肉已经坏掉了，还没有重组好啊，又跑去练。其实我要应该要休息啦，我还是去虐待我的腹肌。然后他就示范给我看的时候，他说：“哎，奇怪，这台怪怪的。”我说：“怎么了？这台坏掉了。”我说：“哈？”然后说：“难怪你举不起来，来，你换另外一台。”他说：“至少另外一台我可以举得起来几下啊，但是还是很痛。”他说：“这台不行，这台坏掉了。”啊，只是说为什么坏掉，完全没有人去举报，不是举报啦，去反应。感谢艾黎的超级留言，祝你身体健康。有啦，我身体很健康。我已经，我最后一次感冒是去年生日，我那时候生日鼻音超重，感冒声音超有磁性，不是吗？感谢感谢。啊。凡凡生日快乐，祝怎么吃不胖？不是吃不胖，我本来就吃不胖，我现在是希望我吃胖，现在是希望我要吃胖，不是吃不胖。你祝福错了，那个是祝福团团跟哈基还有音乐他们。没有，其实他们这样子瘦起来比较好。那蛋糕不要再跳了，所以珍惜你刚刚我们看到那几张图啊，我觉得你比较想要看到是那几张。感谢珍惜的超级留言，其实珍惜跟汤包包也算蛮支持我很久的，对吧？那时候不管从搬去 FB 吧，也还是都一直出现，也很感谢你们。我都有看到，而且我本来想要今天去弄头发的。我后来想想，算了，我弄头发要干嘛？去健身房给人家看吗？这样子，然后去睡觉了。好，晚安哦。我快笑死，不是乳酪蛋糕就是这样子啊，它就是很容易解体呀。啊，所以说因为这样才入口即化啊。啊，还有15分钟，本来想看什么？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看的，还有什么？我其实真的很少拍自己，因为没有拍自己的冲动啊。啊，有啦，有去年的照片啊。我看一下哦，这个啊，这个之前还在蔡大舅工作室，这个最演绎的照片吧，这个。好丑哦！换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摆出这么丑的脸，所以我才不喜欢截图，你知道吗？那你们其实可以去看蔡渣影片，那时候我还有更多好笑的脸，只是我没有截出来而已。都存一些很奇怪的图啦。哦，对啊，就是那个抖手的那一个，其实我是连续拍两集，我是先拍完手抖之后，来拍西瓜炸弹。英文不要打超过三个，会进入审核模式哦。我知道你们可能笑得很开心，可是你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还有这个，那时候布布给我大便大在后面，还记得吗？那时候布布还在我家的时候，那时候给我大便大在后面，一副想说那是我的便便。哇，真好可爱哦。东西教主你要吗？我从菜单里面捐哦。不用，我不需要。不要每次我讲完不需要你就再贴一大堆图给我。啊，这个摸头
你看，好摸摸哎、欸，你看布布多可爱啊！布布来摸头，哦。哎、欸，其实那时候训练布布真的训练的蛮辛苦，因为他小时候就霉菌感染嘛，就不能太常出来，因为怕他身上霉菌，就是把他出来的环境全部都感染到，所以那时候一直我其实并真的很拼命在一直消毒，然后就是又在训练他什么上厕所之类的，就那时候上厕所到他连出去完全都不会大便跟尿尿，所以那时候给兽医看的时候，外出笼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一颗大便，不然就是被他自己吃掉了。然后兽医就是硬挤把他屁股那边挤出一颗大便出来。来陪朋友过生日，你陪朋友啊，没关系啊，你来就好了。你也养兔兔。不对，你看，然后布布又是一个喜欢讨摸摸的兔子啊。其实啊，一个兔子啊，它个性很多嘛，你只要就五种个性里面满足两种，你那个兔子就很棒。嗯，有一种是讨摸嘛，啊布布满足是讨摸，还有就是会固定大便，其实。这两个就已经够了，因为这两个就已经方便很多了嘛，你就是亲人嘛，亲人，然后你会乖乖上厕所。其实乖乖上厕所这个是超多兔子，应该说主人想要的那个希望。很多养兔子的人都希望他们家的兔子会乖乖大小便。当然谁，我认识那个、啊、罗塔家的兔子。通通都是把大便搭在那个毯子上，跟尿在毯子上。然后他就说：“好羡慕布布，我怎么办到的？”我说：“这是看谁养的咯。”然后后来就说：“没有啊，你要看布布个性吧，因为有些兔子就是爱干净啊，可能就是刚好他爱干净，又刚好训练到他。”啊，后来哦，还有就是有些是怎么讲？叫名字他们会冲过来嘛？那还有些是真的不会去咬电线哦、喔，超乖的哎、欸，放出来完全不会咬电线。那另外一个就是会乖乖让你剪指甲，其实很多啦，因为通常都会羡慕别人兔子是那样那个那么听话、那么乖、那么好，就是因为你家的兔子没有满足这个条件。啊，通常来讲，兔子都会让人家摸头。可爱哦、喔！记得还有布布把摄像机的脚架，对啊，他那时候竟然把我的下面脚架给咬走，吓死我了。然后隔天又带他去看医生，他说没事啦，通常那个你吃个化毛膏或什么就好了。吓死了、欸，他咬掉一块、欸。你又看台看到头晕车，哎、欸，你用听的嘛，反正这画面又没有肌肉了。但是布布时间呢？傻瓜鲁斗，我也是最近看啾啾才知道傻瓜鲁斗是什么。搞什么图啊？还有这张，怎么又那么大张？感谢林元吗？还是感谢？超级留言，感谢封建的超级留言。哎、欸，你的 ID 很眼熟哎、欸，怎么零？是啊，怎么那么大张啊？太大张了吧？不是啊，不是你啊。背景。请问刚刚投919的什么称呼？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也是我存的，那时候猎龙猎完之后，但是伸懒腰的图，凌云吗？
是吗？安卓好像可以设定什么金额？哦，是你哦，云嘛？还是我记得吧？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在 FB 吗？哦，好香的图哦！不行丢，不行丢，好危险，危险，危险，危险！不是我的啦，是女练习用的图。哦，什么图啊？我们来看我的那个剪片素材库，剪片素材，然后就一堆杂七杂八的啦。像这个是你们也最常见的嘛？我好兴奋啊！中间错过了教主相图，没有啊？那个这个记录档一定会传哦。他故意po那个腹肌照，有没有？哎、欸，鱼没看到吧？来来来来来，再给你们看一次哦。最后一次，你们要去记录档看了，因为时间快不够了。等一下 HTT 要嘴人哦。感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感谢，我有记得哦，我坐在脑袋会打结一下。这张怎么又那么大？你看，布布说这是我的，好摇啊，你好。来来来，风间，快点哦！跟你讲哦，你快打不过我了哦。你下次来台湾给我注意一点哦。你下次来台湾注意点哦、喔，你快打不赢我了、喔。哎、欸，我应该是贬输你吧？你被贬，我的天！好什么图啊？我说杂图里面超多好笑的、欸，还有可爱的、欸，还有这张。这张是那时候谁，可能还是影院在啊啊的时候我剪进去的，不是看到香菜的部分。还有这个是哈基嘿的时候我用得到的。祝教主生日快乐，如果有出影片我要来写。长头丝，不用讲出来了吧？讲了。那时候把这张图放错位置，这张图那时候忘记在哪里了，结果他跑错图片区。我看到一个这么大的胡萝卜、喔，这么大，没骗你。就这个就跟我讲啦、啊，跟修蛋积累很像，有没有？有没有？我没骗你，真的这么大。感谢子瑶的超级留言，感谢舒芙蕾吗？感谢舒芙蕾的超级留言。哎、欸，那个没看到的，没看到，等一下自己去补记录档哦。那个不是，我不敢再贴了，我觉得有点害羞了。其实我真的，我现在真的脸有点热哦。啊，其实我都会存很多兔子的照片啊，只是这张怎么会那时候放错位置，我会觉得很奇怪。然后这个是你们有看《轻松生存》应该知道吧？别，教主点素材库要小心，不要开到桌面和桌面跟 LINE， 怕被闪瞎。LINE， 我的桌面是拉克斯啊。这个，我是觉得我这张 P 的很棒。
感谢哦哦汤包包的，感谢汤包包。卖人时间，这张是什么啊？可以贴吗？我、哦、来呀、啊！奇怪，为什么会存这一张啊？因为我哎、欸，最近有一个啊，那个鸭子其实叫什么鸭啊？什么科什么鸭了？克鸭。就最近有一个克鸭，它一只鸭子都有10000多块，都要10000多块。它就是说不会有那种鸭子身上的臭味，而且比较偏小只。最近很流行在养那个。我怀疑你口袋里有筐子，但我没有证据。我跟你讲。有几次薯条有这种表情，我本来要拍下来的时候，他就是看到我在偷拍他，马上躲起来。不是，这不是薯条，这是网络上找到的，我觉得很好笑。我就把它，我反正我看到好笑的图，我都用在那个素材库，我想说应该会用得到，就很少用在那个图片里面。啊，最后应该就是这个了。好了，这个是最后的降级的爱情。我不去，我看到这个真的很好，很想笑哎、欸。好啦，我准备，我要去那个了。我先把蛋糕收一收，那个跳楼蛋糕收一收，然后啊都没播广告。啊，也算了啦，今天先这样吧。嗯，我收个蛋糕。好啦，我去收个蛋糕啦。那等一下是魔物猎人啦。啊，想继续听的话就留下来吧。如果要去看团团他们台也可以去看哦。那就生日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啦。各位，谢谢啦！爱吃饭的赶快吃饭喽，好去收东西喽，谢谢大家。然后，我的天哪，蚂蚁也太多了吧！哎、欸，蚂蚁超多，我天！把盖起来去，太多了吧！哭啊！哎、欸，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回来了，哦，我的天哪、啊！因为没有，其实我刚刚是桌子，我其实是有一个碗，那个叉子，然后想说应该用就那个蛋糕都有个刀子嘛，然后把刀子删除。就是刀子切完之后拿叉子，然后再放在碗里面去吃。结果那个碗是蚂蚁，然后蛋糕没事。我下沙回，你
你刚没看台啊？等一下哦。嗯，哎，我的魔物猎人呢？谢娜娜的超级留言。等一下，你是谁？你好眼熟哦，雅雅吗？是吗？你是雅雅吗？还是谁？哎、欸，我还记得你耶！哇，感谢娜娜跟雅雅的超级留言。我应该没记错吧？拜托，不要记错，记错很好笑哦。哎、欸，好啊，找不到人啊！你们开了没？哎、欸，开了没？正在。我正在刷完最后一把。把？集会所开了？啊？吗？我说正在刷完最后一把手游。哦，我开，这还有关呢。嗯，然后有人跟我讲说，其实他是针对企业，不是个人直播啦。哦，是啊，但是。他那边明文是有写个人，但是目前是针对企业。哦，然后就个人还不抓就是了。对。哎，所以这会攸关我买 Switch 的决心哦。Switch 的那个啊，魔物啊。我就看看，看你们玩。下午开游戏，你还没开游戏？我在玩一个比魔物猎人好玩的游戏哦，那不就神魔之塔而已啊？怎么可能？神魔之塔这种分 game 今年估计要倒了。没，你还在刷不是吗？啊，我还在刷啊，我就是喜欢玩分 game 的人啊，怎么样？嗯，屎真香，真香，真香，喜欢玩手游的人。我本来想画一张图啊。人家说啊，就影月啊，我说舅舅很想去看，我说不要，他画风我真的不行。然后下一秒就是在一起嘛，然后脸就是舅舅的脸。啊！我上次也说要认真看舅舅，我看了一下，我看到第几集，我有记录。哦，舅舅好看，太赞了。我拉一下哈，等一下。我不行。感谢鱼七的超级留言。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突破那一道墙。你说画风吗？画风，我跟你讲，你先不要看他画风，你看他内容。我一开始是看内容才会看下去的。你可以，其实他每一部先去看简介，是不是？不是简介啊，我找到了，我在今年的3月说我要来认真把舅舅看完，然后刚看的时候很感动，就是从第一季开始看，就是很多梗都终于知道什么意思了。嗯，然后在。看到第七话的时候是4月10号，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了。哦，九九真的，我是跟着那个、啊、Twitch 跟 YT 的那个啊。你说木棉花？对啊，一群宅宅一起看。我本来是前四部自己看，然后第五部是看那个直播看的。我就是对啊，先看第五部，之后才从前面开始看。哎、欸，其实第五部它画风变很多，就变得很。第五部就是应该是，对，他已经将不行的风格。可是那个，我以为他前面是他不行的。可是第五部第一季才是不行的吧？是吗？对啊。好吧。啊、那第五部是那个啊，他们说什么？什么？小鲁诺。
什么西班哎、欸、不意大利牛郎团哦、喔。对啊，他画风就整个改变、欸他们真的是变瘦变壮很多，变瘦形状都有，你可以看、喔。大鸡鸡都全都消失了。他不行，他就是排斥，还脸排斥的脸。可以的。到底到哪一季才有替身攻击、啊？我看到第三部啦，不是季是部哦、喔。第三部。他们的一二季是第一部。嗯，哦，是哦。对，是聊天室教我的。那时候聊天室就出现说，又一个季跟部不会分的。啊？是吗？对啊。不知道他们的第几部跟第几季有没有差啊？我觉得我记得是第一季是他第一部还是第二部啊？对啊，第一季是一二部啊。嗯，所以我是说到第几季嘛才有第二季、啊？感谢海林的超级留言，如果要算第一的话，感谢。第二季新成员征兵，新成员征兵啊，就是有那个啊，陈太郎。对啊，史上最啊没有啊，最强的高中生还是国中生？国中生，他那个当年那个他那个年份是不算是国中生，是他那时候的背景就是以塔罗牌跟那个、啊、埃及的神作为背景在讲，就有神太郎了吗？这么壮的那个国中生吗？对啊，还、欸、一次还两个，有外挂的替身，可是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奇怪，他们讲撒哇路的，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人听不懂？我知道扎瓦鲁多啦，对啊，然后看了之后才知道，哦，里面来的哦。我是想看，一定把你鼻梁打断是在哪里啊？我有点忘记了，那在哪里？一定把你鼻梁打断，应该好像是在打谁啊？我有点忘记，我想起了，有点想起了，他好像在是一号金城远征兵那边吗？走。就是还没有看到，所以不知道。可是又很懒得去看，可是又很想看，知道那个多挣扎。哎、他们打什么？啊，他们阎王了吧？哦、oh. ，有阎王任务。好像也是珠子的。对啊，你是不是要穿你那个无耻装？没错，继续当个无耻之徒。阿斯有没有接任务了？我还刚进来呀、啊。他听不懂，所以很排斥。谁听不懂很白痴，很僵啊！仿佛感受到他翻白眼在走路。任务，我的任务呢？接了。听到了，我听到叮叮叮了。没有。灭日，还有比较强吗？应该也是一样的垃圾吧。垃圾。你们竟然还没刷？大概就是改伤害吧。应该也没有吧。上次那只钢龙也没有比较痛啊。那血量一定是我改的、啊，别笑。一样套路吗？老套路啊。那我去引他过来了。过来，加了。什么？个屁呀！我死了。哎、欸，他倒了。对啊，我等。要直接蹲吗？我蹲了啊，到了。他倒了，还等他、啊。居住站长拿了吗？我拿了，等他起来，不然到时候又 bug。又多了一根。
干嘛啦？赞很赞。干嘛？我喜欢赞不行。我想看蜻蜓。蜻蜓在休息啊，没空出来、啊。要爆发了！还可以撞，还可以撞，那还可以撞、欸、那我先不拘束，可以吗？哦，我有刚才那个声导就已经没有了，拘束了。为什么拘束完还要转头？他们比较喜欢屁股有的那，有个那个。听不到，我听不到。粉红色地毯不是来个粉红色，然后这样子，然后那个光线小掉。没有啦，他看我读留言啦。等一下，你真的会读留言了、啊？我的粉红色地毯不见了，不是粉红色地毯，然后我要去吃饭了。粉红色地毯，吃饭了，好，生日快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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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包包，谢谢，我也。你不是刷发拿爱的小卡给我超级留言，那你总是订阅我？错啦，我刚刚买了一个游戏，没钱了。什么游戏啊？推木头的，那个游戏叫什么去了？怪！哎、欸，江哥，我刚刚跟你说那游戏叫什么去了？怪！怪物猎人。推木头探险的，是怪物猎人呐、啊？怪物森林吗？还是什么？怪物森林吗？我已经忘了。就是它很多岛，然后你要推木头才能过去的。哦，那个我昨天有看人家玩过，好玩呢、欸。天才如我已经过了一点点了，那真是蛮天才的。感谢超默默的超级留言。哇哇！我飞了，原要死了，师弟，那哦，要死啊！我看到秀秀五仙了，没错，差不多了。嗨、欸，哎、欸，可以撞哦。欸哎、欸，我在装子弹，三发装子弹，这是力战，力战，感谢小仔的超级留言。哎、欸，可以装了，他又倒了两次，应该是没有，应该还可以啦，没那么快吧？直接把它拍起来吗？不行，没了，不行了，没有，不行，拍起来了，你要等他起来。想骗？不是啊，我刚趁他起来的时候，我拍过他，然后差点我差点就是零解了呢，然后发现他他的眼睛还是黄的。哦，凶！跑！哎、欸、我打他需要喝的饮吗？不用喝啊！要带现金。带陷阱，要带陷阱。对啊，出绝招！白痴哦，带什么陷阱？就只有你可以耶、欸！是啊，你教我的、欸。哎、欸，算了、啊，拜拜。你还敢跑啊？还敢跑啊？还敢在那边偷射啊？哎、欸，我这个高速位移还没炸，好扯。他旁边还有本车，我刚看到你那边还有本车。哎、欸，救命！救命！啊！太夸张了吧！夸张！夸张！真的还想说，他可以抓了、喔。就只有你可以抓好了。刚才刚滚掉哎、欸。我回来了。啊！哎、欸，怎么、啊、我死了？哎、欸，为什么？你是不是要补子弹哦？我们都缺子弹啊！我懂了，我帮你们拿是不是？哎、欸，对，可以，我在拿子弹的，我也知道，我知道，轻易，哎、欸，
我的武器，你们不会去远一点地方打、哦？不是我，他不是炸我。我还没有打完啊。可以啦。啊，你回去补子弹，我以为你打完了啊。不是啊，我被他轰下来啊。感谢维恩的超级留言。麻痹，哎、欸，哪一个？我麻。好了，我要去吃饭。拜拜，拜拜。哎、欸，可以装了，可以装了。哎、欸，干什么？啊！把它回去，可以吗？有点歪。啊，好吧。哎、欸，那就追他回去好了。要追了、哦。啊啊啊！我说我要追他。啊！哦哦哦哦哦！飞，起飞！哎、欸，跟我听到的不太一样。啊，对对对，没炸。撞死了。啊，你自己加油。没事。踩一下。我不知道撞死。天哪！靠我的石头攻击。是起不来的，这个一次两滴血，痛。有。我为什么看到节操在原地跑步？你是不是断了？你动了。对，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卡了一下。完了。完了。哇，闪闪发光。很亮。嗯布灵布灵啊！四把口啊！掉落物。打肿没？打肿没？哦，还没。我就说我都是被打的吧。嗯，几颗阿被打的？四颗，三颗，三颗。金阵好少、哦，一句问候，一声祝福。感谢，那个，感谢媳妇。什么好？嗨，舌头。发现穿墙玉没有增加过。不穿了，不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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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把几率提高啊，黑还是黑啊。不穿，不穿。25% 变50%，但你还是另外一边的那个人啊。不穿，不穿，不穿。こんにちは。啊要睡了、哦、他又困了完了谁带那个棉鼠的啊他自带棉鼠哦混蛋的原来都死了打比兽打一打会睡着
卡比兽很强，卡比兽是真的强。对啊。第四名战友是真的断线了吗？没有，我在啊，我刚才在用东西。HDD 对我今天的身材觉得怎样？身材？哇塞，他笑我身材。不练了，不练了，不练了。他根本看不起你啊！不是啊，我根本不知道是谁的身材啊，所以我笑了一下。我的啊！你的哪里的身材？哇，你的哪里？哇，讲清楚。不太好啊。还好他没看到，啊，他会吓一跳。Excuse me， 这是你的？啊，你的已经这么大了。哇，靠腰。我没说是哪里啊？年纪啊。那蛮大的。哇，好。在传什么、啊？哇、哦，他倒地哦！对啊，嗯，好，等下过来了。哦，没事，咬我，我来，还可以再撞一次。我发动了。感谢生母的超级留言。哎、啊，谁打头？啊！我要下去急了，不管了。好，回去，我回去，我回去。敢让我做点事哦、喔！开始哦，他看到我了。我们拉过来了。啊？节操拍过去了。哎、啊，红了、欸。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白痴哦！对呀、啊，你是要讲干嘛？问他。这个明显是人身攻击啊！不是，我以为他往前冲。你可以等他停下来。我有等啊，他停太久了。他是停下来的，没有错啦。停在应该停的位置。哎、欸，江江，你现在一发多少？一颗子弹？170。哇，蛮高的。我跟你直接差十级而已，我跟你还行。我160呐、啊。哦。哦，因为有点矮。嗯，已经比他高了。哈哈，是呢。哎。啊！好远，下来了。哦、我看到要去骑车啦！哈车小弟。我知道你要干嘛了，你还是不要你。你敢开枪，我就开枪。为什么那边在内斗啊？你们在根本在英雄内战吗、啊？可以撞了，可以撞，可以撞。哦、oh, ，我看起来觉得不太妙。行吧，刚刚那边。因为都很中间啦、啊、所以哇啊那个骑车的靠你了下次犹豫的时候就直接往那个车上撞就好了我刚其实想
但是我怕有人在那个车上，然后会不开心。那个是谁？我管啊。哦哦哦！哎，抓他！可以抓他，好。好。就没了，没机会了，没机会了。好。哎、欸，没炸死，爆哎、欸！哎，看你啊！哎、欸，他不炸了，他不炸了。他后来想了想，还是不要炸好了。海马。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厉害了。抱歉，我过不去。哇，这么刺激的吗？还没子弹。又倒了。干哼！快失败！来！妈的！我操！好爽啊！我刚才看到一个诡异的东西，我就跑。哎、欸，你们可不可以拉好一点，不要让他跑走、哦？刚刚那个位置，不是你，不是你，操！还敢？偷偷来、偷偷来，偷偷来。你哪里来了？哎、欸，来再一下，来了。啊，你干嘛？你不是在一下吗？的。啊，我怎么歪了、欸？这个肩膀不要不要撞到了。刚有人讲在一下。好，回家了。没有麻痹了。我感觉打这只比打钢龙号子弹，是，有一点点。啊，哎、欸，你们在干嘛？嗯，我们在干事啊，干嘛？我在补子弹，不是吗？从家里出来啊。哦，奇怪，怎么一堆黑人在那边？哎、欸、哎、欸，拜拜。哎、欸。拜拜。哎、欸，够他？没有，我在下面。我够了，我够了，我造。有，很造。我被关马桶了。好痛！救命！我在闪了。被罩住了。哦，罩住了。我是。你有还有麻痹吗 ？I'm free。我有，我有。不过我觉得应该小腿蛮多的。哎、欸，还有啊，还在。他死了。哎、欸，看爽没？你盯手没？这颗便宜的，是大宝玉。你要想秀，就缺那一颗才能做装备。呀！来呀、啊！我穿了不动一装。不动真的不能装哦。啊，不然了你。我让你亏了好几次，还在那边倒。可恶！
对啊，那个Switch 的魔物，我在犹豫要不要买。买了啦，买它干嘛啦？买！买它干嘛啦？犹豫就是想要买啊，买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列的吗？我们不能被老卡的给迷惑住。我没有被迷惑啊，来不及了。你买了、哦？还预购了吗？预购了，还没预购。不然来不及怎么吓死人呢、哦？对啊，我是说我的心来不及。哦哦，那你的心有没有打算买两个？买两份，两份游戏。买两个是要冲啊喵！喵。的生日礼物啊！所以每年九月再送礼物，不是吗？好吧，那不是二月吗？啊？一月吧？二月吗？什么？不是三月吗？越来越多，一二三，三月二十五、二十六啊，不是吗？哦哦，所以我明年九月才能玩到，好。对啊，好，都不知道破关几次。感谢老君的超级留言，还有那只大狗狗，哎、欸，可以带两个食虫，对虫的。こんにちは。大狗狗。回合制的 story 啊？啊，你确定是真的 story？ 我完全没有兴趣。我应该是都会买。哇哇，有没有兴趣是另外一回事。对，老君，你要看记录档了哦，这些照片都已经偷过了哦。那个让你家小鱼流口水的照片，恶心，恶心啦！你是嫉妒对不对？是还好。哎、欸，很爽哎、欸。阿斯达过来没？还在继续喷？有人拿太刀了。有啊，他刚……啊靠！要被喷到了。哎、欸、，Fire！ 麦当，麦当，麦当！哭了，哭了，有了，有了！麦哭，麦哭，快呀！太死啦！来偷拍呀！这一把好像就会让他生气。还没？还没有。哎、欸，屁！那人还抓到。两个。他飞好远、啊。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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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束弹呢？拘束弹呢？拘束弹呢？啊！我来了，我来了！讲中文就听得懂了吗，大佬？为什么没接受到通知？不知道哎、欸，
有奇怪的笑声，害我没有中啊！呀！个屁呀、啊！哎、欸，干嘛？我听到飞起来的声音、欸。没错，我是一个观察敏锐的猎人。哎、欸，可以撞了。嗯，啊、可以撞了。可以撞了直接敏锐的猎人。我来了。我没有撞了。没有八，所以我有我有啊，很神奇，海马、啊、哦，我飞起来了，马了，哦，打到马最蛋了。开睡哦！啊，好好等，好，等他一下，等他炸完的吧。我操！我好猛啊！啊，我没事哎、欸，好猛、喔！我也没事哎、欸，我们两个吃了全部哎、欸，对啊。手机没电不能陪我、欸、没关系、欸、晚安。跑回来了，睡了，抱歉。嘿，听一声，我怎么连弹刀三次啊，死了，我怎么快死了，撞死了吧，是啊，终于啊，他好难撞死哦！哦哦哦！感谢感谢！什么喝了可乐的声音是不是？没有，那是打呵欠的声音。麦照哦。进去。你要看记录档啊？你说那个哦、喔，不然你只能看记录档了。三颗，固定三颗。四颗。超新甲骨。还是。哎呦，怎么说才能拿到有用的书？没有啊。哇，你买晚餐买这么久、哦，不愧是秀秀，是他啦，不是秀秀，他的干爹吧？对啊，有错过什么吗？在？哦，力战个体。哦哟，都没有古龙力战或大型魔物调查，我全都是其他龙种。嗯，都打钢龙的时候会给我，打字都不给我。我来作死啊！高参贝贝，高参贝贝在接发布奖金了、啊。对啊、
哎、欸，打这个不会有什么圣棒票 SP 吗？還是会啊，有啊，嗯，还是有几率问题啊，运气问题啊。上一场有拿到，哎、欸，上一场哦。不过我好像缺几张，上次这时候的时候就玩在玩动身了。坐实时间。原本想要动身、欸、哦。我动身怎样？那想要原本想要动身，就是每个月更新的时候上去玩一下，就是抓个虫子。不是九月到现在还没有开过，已经不是很想再打开它了。啊，热潮期过了吗？有星宇也不会想要去许个愿，也不会。星座碎片呢 ？DIY。双子座的过了之后就不会想再拿了。你双子哦，对啊，重点是我双那个六月的那一个月，一次流星雨都没有遇到过，然后其他月份的时候都会有，我就很不爽。我双子座一大堆耶，天哪！啊，谁要开装？哎、欸，为什么我们没有打？没有子弹？哦，我的场所在这。来到鼠的，难怪没有。我去找他。哎、欸，走到那边去了。哎、欸，过来，过来。加了。过了没？还在机器的。开吧，起飞，起飞！我、哦、会不会把那个撞坏？好、哦，好像已经坏了。坏了吗？不知道啊，我在这边看着还蛮……坏了，坏了，坏了！没有橘子弹的各位。嗯，别超爱的。哎，还有啊。干嘛啦？婷婷，吓到害我受伤了。感谢感谢、啊，好哦好哦，什么东西吗？还很放，哦，是啊。
然后可以挂中了，可以中了啊，都好了，还是可以中，还是可以中。哎呀，没有，我没有一装了。中吧，中吧。哇，欸，他又跑回中间，啊，跑回中间。中吧，中吧，中吧。我中都中。我的老天！哎，欸，中就中，武器这么大。可怜呐，可怜呐！哎，不要追他吗？追他，哦！可是他跑去哪里了，啊？还找 HTT， 超好笑的，我他笑死了。他快死了，睡了，快死了，他快死了，他死了，我来了，中了，睡了，睡了，沿路站着一起踢踢，笑死！我刚刚想说奇怪，是谁骑乘的吗？还是什么的？那时候他的动作就很前，像骑乘的感觉。我只要被他小拇指摸到，我就死掉。我刚其实你，我以为你回家了，那血量没有。我是在跳，疯狂飞扑。哎，欸，哦，原来已经有了射完了是吧？有啊，刚才他第一次倒在这附近的时候，他就疯狂射了。Bowser，大 Bowser。我换电脑，呜，我也会卡。哎，欸，四颗了，四颗。降体力，哎，欸，不错。降体力。原本要塞三颗体力珠，现在不要塞四颗。我报收进保险，你们可以去死了。好，我去，可以。好，记得吗？已经啊。今天飞的超级厉害，晚安。我说飞呀，啊，我没有讲，我讲错了吗？我的讯息现在才跳出来。哦，跳终于快用完了。啊，你是说那个五张票啊？啊，yes. 大型魔物，哎，爸爸，哎，这几场都没有狩猎大型，可哎，也没有狩猎比，对不对？想念刚弄的好了吗？
不得不再抱怨这把武器真的是垃圾，真的垃圾。拿什么武器？扳机斧啊，剑斧还行。还行，很垃圾耶、欸！啊，很垃圾哎、欸，弱了很爽哎、欸，太无脑了，伤害又高、啊，但我还是用的很爽。原来你在说这部分啊？对啊，很香啊！降级了爱情。哎、啊，我现在 PC 版的桌的 FB 不能转回去。你说新版的了吗？对啊，他以前有实现，可是现在完全不让我转回去。我现在还是可以耶、欸。他每他两天换一次啊，两天叫你更新一次啊。我的都不让我换回去了，现在。哦，我好怕哦。我之前不让我换回去，之前还有那种时间性，就是几天那种几小时之内让你有经典版。不是说九月之后就全部强制。更新成他说九月是最后的，我现在跳的讯息是这样子。过来，可以开射了吗？有点痛。可以打吧，这个这么中间。没事啊，正中间呢、欸，哇哇，看起来很舒服，欸、很烫很烫很烫。对不起，对不起，刚才那个是我。有人撞吗？还好，他把我吼下来了。换 HTT 要不开心了，要爆气啦！一枪打，好爽！下去吧你！这么开心的吗？我想狙输他、哦，打到我的巴松不能狙输，狙啊，算吧。有哎、欸，有啊，有哎、欸。我射尾巴末端，你很烦呢、欸，就乖乖在翅膀吧你。好爽哦！你伤害十趴在干嘛啦你？我一直在上车啊。哦。超好笑的，打翅膀伤害不够高啊，会不爽。打头有八百，干屁啦！啊，菜鸡，蔡文鸡哦，文鸡，我高。还有人上去，撞他，撞他，撞那个 HTT， 他没有红。我是想要去咬他。哎、欸，不要不要不要，我开车了，我。高速到站。哎，我回来了，想不到吧？哎，去哪里？我到了，爽射一波。可以撞了，这位置好像有点差。没事，我汲取教训了，我继续戳他。我也要啊，把爆好下来，那就站边边啦。过来，后狗，他过去了。
撞啊！别动！哎、欸，没有了，想干嘛？我要急，不用急。想急我啊？是吧？哎、欸，晕了！哎呀！死了！好快哦！一定是我伤害太高，大概吧。Maybe。嗯，我就不讲了啦。我怕伤到他自尊心。我的一枪都八千八千的。啊，一枪哦，一枪一千八千八千。你确定那个八千那个没有逗号吗？你说八八八点八，八八点八八。啊。你要捞得到他。哎，那。阿健，哎，那哎，五颗，嗯，哇，这个画面还蛮赞的。对，他的头，一个人指他的头、欸，我的画面太模糊了，精分到吗？我觉得我的画面蛮赞的，三个人拿枪指他的头，啊，三个人，对吧、啊？我们只有两个拿枪的，不是吗？他那个弓箭也算一把了，哦。达人猪二。哇塞，就是不出挑战二，是吧？啊，我挑战二，我跟你讲，我999之前可能都还不会有出，还不会出啊，999。等我999 A 码的时候，他挑战还是没有，有够可播。这就是人品的问题。嗯，做人不要太嚣张。我人品那么好呢，每餐都我请呢。哎呦，防御术大小，大我没用啊！长靴，哇、哦，身体好黏哦！啊，没洗澡，应该说还没洗澡，还没洗澡。啊，江江什么时候想睡？不是说现在。不能说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样子。啊，是他已经感觉没有反应了。你知道没反应了？他现在是靠着他的意识在玩，他都已经睡着，或是他已经开始下意那种用自我意识在玩了。可是他根本忘记开麦。他麦开。要不是你今天生日，他早就放鸟你。或者他现在已经不在电脑桌前了。咪咪啊，要江江起床。哎、欸，女人笔记。我刚刚被我爸 gank， 所以我关麦啊。哦。哎呀，等一下，让我开个 Oreo。没关系，我再看。可以，好好哦，补充热量还能继续玩，不一定，
吃完吃完才还睡，更想睡了。他需要是提神的，不是？咪咪，咪咪啊！突然看到这个，很不爽，又很好笑。哎、欸，看我啊！欸、不屌我、欸！你要准备好了吗？好了。我来了，我来了。快点啊、哦！不然他要冲上去了。不是快一点，是他还在reload。可恶！我知道、啊，我刚才看他动作不对劲啊。哦。你抱着那个干嘛？你跟我讲，有成就，有成就是队友抱着这个结束一场游戏吗？你怎么打我？抱不解。我玩过 L4D2 哦，有相有类似的游戏，有类似的成就。哎、欸，就说到 L4D2 不是要新增地图？对啊，他说有要改版新的东西。不是说20号吗？对啊，改版了，更新了。对啊。他、啊、也不出个二在那边更新，他二讲很久不是吗？对啊，不是三吗？就是、一直不出啊，二啊，哦三啊，三 L 三 D 图，出三啊，讲错了。我说奇怪，你们在说二，我们现在在说二啊。然后又然后一直不出新的啊，一直超超真的很严格，一直要更新。哎、欸，我抓不到，不管了、啊。他撞到那个尖尖的，好痛！橘树蛋谁偷走了？有人偷我的橘树蛋？我没拿。拿咪？我啦。啊！你刚手上抱着什么东西？你是有多的手拿？你跟我讲嘛。你真的很严格哎、欸啊。我也想要放一下嘛。我看你抱着很开心啊，假骚鸟。假骚鸟。你们两个在小房间里面打，好笑。我是被关进去的。两个人在小房间里面。打龙，晃爽没？啊！是啊，上面那个跳一跳就掉下来了，又倒了。你嘴爽没？烧鸟。烧鸟一直想啄人呐、啊！天哪、啊！这位置，是不是用不了？你们要在这边打吗？空抓！哎，可以拘束了。我知道，刚刚那边怎么拘？你教我。我是说他出来可以拘束了。我是说，终于哭啊！我拘了，有中，也是尾巴的末端呢、欸！我天。好棒棒，给你一只蜻蜓。勾勾，打不勾了，有两个人去勾了。飞好远啊！对啊，然后最近又有很多说那个骗手剑啊，不要接到最后一架就戳上去往后跳的，那个硬直时间真的太长太久了，对啊太了，很多都是跳上去马上对吧？戳到那个第三下之前就滚掉了，
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嗯，走回来太久了。我那时候有想啊，早不会玩骗子的，该再转一下，他没要啊，没子弹，没事，我让他倒了，好，可以，我没子弹了，直接可以射龙骑。我跟你讲，我伤害比你高，你还要这样子搞我。我不是故意的、啊，不要死了，帮你杀，帮你杀。不是啊，我已经按下去，然后你就跳上来。那你可以噗大声一点吗？我要听。真的第二发的时候，哎呦，我快死了！小小，我在找你。还在那边转爽呢？不知道。哦，我才刚吃完饭呢。哦，这场还没穿到衣服哎，开心。阿勋一草。哎。哎，你在射谁？哎。哇零。哇。哎。Ow。放屁啊！我看。我晕了。我把他杀了啊！还打我了，我狼我也杀了，我也杀了，这就叫他在干嘛？好，杀起来！我转，我在转，我先来，我杀，我在攻。追他嘛，嗯，等一下他位置，他我家只有头部可以打，哎、欸，位置不太好，哎、欸、可以撞了，哎、欸、屁，然每次在我要准备收工的时候吐火，哎哎哎，米汤啊，没事没事没事，米汤好，我汤好了，我两手。我感受到他对我的恶意了。你是讲母汤啊，还是烫啊，还是汤啊？我母汤啊，我是听到烫啊，我也是听到烫啊。还睡，感谢小奈布的超级留言。啊，你在马了？哈哈，想不到吧？啊，好，等不到吧，再继续。哎、啊欸，那个不是跳下来？对啊，谁？不是啊，我看到有人穿不动在那边，我就開始我看到有人准备射了，我就穿不动了。对啊，那不能怪我啊。是啊。痛啊！反正人都拒绝沟通。对呢。又在盯了，又在盯了，到底是夸张呀？到底谁啊？到底谁啊？清枪。很挑啊！想说你放我马上打爆啊！我知道他还往前走一段路。啊，六颗。嗯，好羡慕、哦。看这杯茶下面好甜哦，我刚忘记搅，我的天。都是糖，好糖啊！好强啊！台南口味还不错，又在破坏台南的。
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マッドファカ。マッドファカ。好夸张哟！地震了。こんにちは。你现在欧利尔会觉得越吃越甜吗？太甜了。会啊，有吃多很甜吗？有感觉。有有。他把它做甜了，以前没那么甜。嗯，吃大概三块。以前没那么甜吗？还是口味变了？你觉得嘞？我以前不常吃。我以前吃的时候觉得它其实还好，不甜。它甜的地方就只有那一点点的那个白色那个酱里面那个。那个什么、啊？夹心。夹心。对啊，那个是唯一甜的地方啊，但是也没有很甜。他现在连整，他整个都是甜的。没错。我从以前觉得他整个都是甜的。啊？不要？你要不要？你不要什么？阿北在挥手。阿北在挥手。我看着自己。你在笑什么？没有，我觉得，觉得你的鼻妖很好笑。鼻妖。不要！哇，这个披萨！我刚看到这张图一直笑。哎、欸，这披萨是不是圆形、欸？哎，好笑、喔。对啊，到底怎么做才能变成这样？它就是刚起来就把它盖起来啊， oh. 然后就全部粘在上面。不常吃披萨。等一下。而且应该也没有烤好，因为它没有粘在，没有粘在饼上。对。你们是披萨专家哎、欸！要不然就是有人坐在那个披萨的那个上面盖子上面拿来做，谁会坐在披萨上面呢、啊？不好讲，应该是压重物啦，是压到啊。玩太刀了，好久没玩太刀了，玩废了，啊！他说你废，没事啊。我说玩废了，我不是说你废啊。没事啊，我就废，大家都废。不要把我扔进去。嗯，不要把我扔进去。OK。来啦，他是不怕龙啊？啊，不怕，他怕冰吧？他怕冰和水啊。都是最不怕龙。看一下哦、喔，不知道这啊，关掉。你可以利用他的风的属性，龙封他吗？有用吗？9月26号魔物猎人崛起的那个时机跟发表，你是说电影的那个吗？嗯，不是电影啊，电影发表屁啊，那个啦，游戏哦 Rise 饭哦，九六没钱的心啊！人、啊，你们刚车祸了，车祸了，撞车了。我一定是受伤的，谁撞我赔我钱。哼我车头都凹陷了。哇，你们那么快啊？对，车速吗？对啊。这是蛮会接话的。我很厉害啊，所以 很多都说没有我的影片很无聊。快什么了？还在装蛋呢？你这么快啦！妈的，很快！妈的，上来了！你看一下他有没有往下坠，好吗？啊，现在可以快了啦！快了啦！快了！快你妈的！哎呀 ！Name。
好了，补一刀了。他刚好像是滑倒哎、欸，好笑。在下，把他撞走了，我的大动作。看命之巨力，又没有说，妈呀！刚刚不是说很废的不要算你，我的天！不是我在弩枪上面要拘束他，干嘛呢？你们没有帮我好好的控制他呢？这一定不是我的锅啊！干嘛呢？干嘛呢？那个快坏了，你们要赶快离开那边的。哦，好，我走，我走。滚！你们滚！不要靠近我的弩枪！哎、欸！炮击术没了，阿、啊、你去死哎、欸！哇，三个、啊！太会抹黑人了吧？是吧？哦、我差点跳到二楼去，我吓到。金娘事件，没事就上墙。哎、欸，可以撞。我帮你定他。我操你的嘞！我操！我刚才就看到他干什么了。哎、欸，没钱干嘛？好爽哦！应该只能再拍一下哦。啊！等。啊！哎、欸、哎、欸，你们石头是不是飞嘞？飞得很开心呢、欸。挺开心的。口香糖是不是啊？哎、欸。哎呦！我打面弹啊，嗯，好，我来，我也顺便，我打两发了，哎、欸，睡，哎呦，睡的位置非常好、啊，好中间哦，可以吧？还好吧，不会啊，撞就好了吧？对啊，直接撞了，我直接撞了，我的天哪，还很多、哦。好菜呀、啊！你说江江吗？都有。干！你刚刚是不是想放那边？你在那边时间拜很久哦、喔啊。没有啊，我没放啊。我早就知道那边不会中了。嘴。还是要有石头啊？我。我怎么找不到石头啊？嗨。嗯，来找我了，快！我牵制住他了。不是哦，来找起来。我牵制住他了，我快被他牵制了。你就说不是哦，没下哦。
那个炸弹是不是炸到？你说说看啊。有点远。有点远吗？有点远。翅膀可以啊，啊没了。我刚刚那个位置感觉是在旁边。好了，好了，来了，他想来了，来了来了，他想玩，我引过来了。哎呦！来喽来喽要来喽！开大是不是？撞过来了。嗯，又逃回去了。那边是有什么在那边？那边地上一定有东西，去挖。挖你副眼。挖。我付一个爆药。那个。烧起来、欸！没有没有，接错啦！他要死雷该，该该该该该，不会啊，我开刀还是很强硬。前面意外，欸，POE 下个礼拜改版，哎，今天是国际最后一版吗？就是我不知道，欸，就是改版了，欸，好像真的有，我有听有说到最后一次改，我是听博之说的啦，那个 Little Boy。Oh. 他说好像是最后一版改完就初二这样子，所以我在等二。哦哦，我很期待二代呀，两个 D 呢？对啊，都不跟着做。没错，我在说你们，还笑啊？很会甩吧，厉害吧？很会甩锅王，哦，我还遇到更会甩的哦。把人家杀了还说，欸，不是啊，是他自己跑过来让我杀的。我操，不要过来就不会吃到刀了嘛。就这样有啊。蛮有道理的，被笑死了。我这种程度来说了，讲个对不起就好了。人不被杀就不会死啊！对啊，不要过来、啊。哦，狩猎鸟龙、兽龙、飞龙、牙龙、鱼龙，哇，很帅哦！哦，捕获啦。ごきげんよう。紧抓不放铁人，很棒耶！但被抓还是会放开。欸，我也有耶，欸，那我是不是要换刀了？是。好，换一下。等我一下，我好啊。我用大爆筒狙制裁你。欸，对，我好久没有爆筒狙的合成了，以前的我。是三个爆桶流，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爆桶了，爆桶只是拿来炸队友的。要像以前跟你们打的时候，只会怪我，但是怪我的瞬间，他还是倒地晕倒了。感谢，不念，不会念。陈先生的超级留言，我现在念错，笑死！反正念对又后面又变错，陈什么 ？Baby 吧 ，Baby 的，开玩笑，我英文也是很好的，不好啊？哈？我真的很烂啊！对啊，我哈的人是另外一个，哦，别刀啊！节操，节操啊！节操英文也不好啊。
对啊，这边最好跟江江吧。哎、欸，小猫。又顾不夸呢，啊呢，啊，那时候在 GTA RP 认识，有啊有，最近看你 po 文跟那个，就是很夸张，好了，好吧。怎么了？看到一个在扑浪上看到一张动图。快点哦，有人要开车了，要被吹了。哎、欸，为什么？等一下，等一下，被吼住了。谁在那边啊？没人啊。我吗？我哎、欸，不是我啊。我刚刚还没到，他就吼了。啊，他走。我还没出去。因为我想说，我还没到那边，他就跑。哎、欸，是我哎、欸。我一定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我放到了。哎、欸，不是。不是了、哦、我来了，我放完了，我放完了。哎，跑回去了。我靠！我跑，我跑嘛。那会坏吗？不会吧？不会，不会，不会。哦，上面那根不会。还是啊，又先回来了。哎、欸，你好啊。哎、欸，有啊，有中了。我说你好啊。哎、欸，跑回去了。嗯。我。哇哭啊！我震慑住了。哭啊！不是跟我上次那个打雷狼龙一样的画面，坐在地上，他躺在我前面。下去。刚刚在看那个资讯，看到那个《骑路旅人》双平台上架，害我高兴了一下。我想要是。Oh, 有 Switch 的，结果是手机的 iOS 跟 Android 有个哭的。哎、欸，我没有石头，哎、欸，有人撞了、啊，是撞的吗？还是倒的、啊？晕的吧？倒的。哇，应该是哭吧？飞起来了，哭啊！刚我救他，有啊，江江上去了。他、啊、不是抓紧不放啊？怎么刚刚被吼动一下就下来了？他刚说受伤的会还是会下来啊？对啊，烂机，烂机。冲出来了！哎、欸，好啊！啊，拘束了吗？我这个打他直接往前跳，拘束哥哥，他在攻击动作，没跳了，过。没软化了，这么快！我炸屁股啊！不要去屁股啊！哎、欸，我被炸，我从头那边被炸出去。那一定是你离屁股太近。嗯，我抓的头哎。Oh my god！
谁可以帮我软？我软了，我软了，我软了，我软了。来来来，装太东西了。那帮你一起睡。等一下，等一下，现在太中间了，现在太中间了。喂，哎，又砸，又射。我觉得你还是接他睡嘛。好像可以了，哎。好，那就睡了。对了，哎，还是倒了。倒了不错。哎、欸，黄了！黄了！直接撞，直接撞！我没有石头啊！不是啊，你等一下！哇塞！哇，你刚刚笑的好像小朋友。这样吗？是什么巫婆笑啊！我的天！我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在听这种笑声了，我恐怖哦！我也要听。你的主管是巫婆、啊，好像一本书名哦。我的主管是巫婆，不是主管啊，是旁边围绕的恐怖的东西。哎、欸，阴灵，他是哦，我按错，阴灵啊，伤害不对，阴灵战车开出来，圆桌骑士，拘束开始。Oh my god， 我死了，哎、欸，是还没追他。还没啊，还没啊，还没啊！睡着了，睡了吗？哎、欸，没崩啊！哦，哦，你那个，哦，啊，我等你下来，我上不去啊！哎、欸，还可以这种哦。哦，那等一下，我怎么了吗？我的天哪！啊，我没有，没关系，我来。怎么了吗？哎、欸，等一下，不行了。哎呦哎、欸，有！哎，他撞到什么？他撞到那个尖尖的。啊、哦？我刚刚看他撞空气耶。可是，对啊，可是好像离。柱子有点距离。隐形的龙抗炮。隐形的抗炮。哎、欸，要被抓！我的天！我的天啊！啊死了！哎、欸。哒哒哒。你算我腿，我该不会会有个屁股？咪咪。本色风雨本色，哎、欸，这个海也坏了、啊，趁机报复，要怎么飘啊？左右肩一起按吧，我左右肩一起按是哦，哦是哎、欸，我记得好像跟大剑一模一样，哦，因为大剑左右肩是哦。想说要挥四下，第四下才挥，然后怎么办到的？不会啊，不用啊。感谢召集跟梅儿的祝福啦。几点？七点。啊？嗯？啊？他说几颗？四颗。哦。也是我懂你。好，系列。好，是哦。问他，问他，问他。好累哦。六颗。我的色。こんにちは。垃圾。哎、欸，我看到古龙种。ごきげんよう。
大型。又是抓紧不放哎、欸，要换武器了。哦、不跟你玩太刀，干嘛？不跟你玩太刀。对啊。等一下长枪好了，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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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拿去赢嘛我觉得他是不是要还、欸、没有、欸、我觉得他要过去了还、欸、没有、欸、对啊啊算了他过去了要死我了好的抢走了嘿、hey, 先生、哦、我蹲下了我蹲下了我蹲下了你看不到我了甩尾巴他看他偏能看我了可恶对啊假的、啊欸、好像可以的感觉好林子哥别操了射了好谁啦有了哦叫主力段好那 我不要上去了我还没急那个啊！啊！哦，教主，赶快软，软上小啦！好了好了，我自己。嗯。先来八三下。哎、欸，我怎么跟你同一边？我也不知道。同一边啊？对啊。我会挂、啊。可以啦、啊，没有那个是直接原地零距那个啊，零距离才可以这样啊。邻居，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你完蛋了！直接，哎呀！他飞太远，飞太远，哎、欸，飞什么东西？没有，他在怪你。没有，我是说我差点被炸到了。没有，你听他，你听他唬我。国家，哪国语言啊？豆腐语、啊。豆腐语。哦，那个刚刚那个。啊。哎，吃哦，还有很多。嘎啦嘎啦。哎、欸，激素是不是还没激素？激素。激。激素的在想办法骑乘啊。我的天哪、啊！骑乘了啦。
我看有人在打头了，有人想让我掉下来。他也在乱晃，我正在原地打，他晃到哪里我。为什么让我跟你一起飞？太高了，不给双飞啊！骗人！我被谁打？我的飞啊！那位置该不会直接掉上面？好了，打了，应该在上面了，我在。上面吗？是，没错。啊，对了，转化。还可以撞了，我不接他，被找 TT 了。哎、欸，哦，我直接用了，我管。哦，35哎、欸，没了。生气啊！他不敢。有新的调查报告，我靠！哎、欸嗯，干什么？干什么？长枪龙在那边，他跑回去，也不能怪我。长枪，他自己往后跑的，这不能算我的错吧？他在呛我，因为他刚才学我。啊！我死了，不会啦，啊、我那叫合理的抓错注音啊！是啊，是抓错。啊！开场我不打了，你们自己打。你看啦、啊，你啊死了，抓都在抓着你。看来欧六没有用了。Oreo 多了他点子，别气到没有用了。我本来就不包在啊，哎，哎呀，车速过快，不然好歹也打到十点吧？哎、欸，几点？十点吧？怎么是十一点？我好歹也打到十点。哦，十点。我都十点啦、啊，想呛是不是啊？干嘛啦？哦呦，哦呦，哎、啊、呦，我射不大，哦呦，有种开出来呀、啊！你这拔刀飞啊！我开出来呀、啊！开不出来会响。三六颗，五颗，连两场六颗。很多垃圾耶、欸！这个东西你也敢？天啤酒哇！好飞！撑住，还有12分钟，估计在三场。最好打那么快！哎、欸，我们五分钟一场啊！啊，算了，你好歹要跳出来接个任务吧。哦，对，那好、啊，再撑住两场。撑住就是你的了。他不想要，好吧。我的什么？快起来！给我点。你的高级餐券有没有啊？正品哎、欸，又可以死了。我死了。古龙，大型魔物，耶、yeah! ！哪一次不死？啊，哪次？死啦！哪次不死？哪次不死的？啦啦啦
欸，我有正品耶，我是都跟你很像啊。哎，等一下，我也要看一下任务。看来猫的技能也就那几招了。嗯，你是希望它会多少招？万能猫的升龙拳，猫的升龙拳，厉害啊！他就是没有格斗天王的合作啊，他连那个没有啊？对啊，不然那把很 OP 的枪，其实很容易吧？我听说啊，你买 PS 就有了，没有队友，没有。等一下，奥总还没有接任务。哈哈哈哈。出发 ！Go go！ 出发！哎，太刀也是软一下就可以了吗？没有，要等那个开始。四月一号，过来大概看完了，他是推了一个新的珠子叫消极珠。嗯，你要装备了消极珠才能消一下。哦。所以其实也还好，因为你要浪费一格，而且它是三等洞，所以你要浪费一个三等洞去装这个炉子。嗯，所以还是有取舍的，还可以啦。诶、欸，看我这，如果是单人挑战的话，对、啊，如果有多的技能洞塞，这个应该就不错。哎、欸，他一直在我这，在屁屁上吗？是。在大腿的后方，圈塞，圈塞，圈圈塞塞圈圈，什么东西？圈圈塞塞圈圈，我、哦、听得出来哦，是江南哦，有点太远了，这个方向根本不对啊，对啊，因为我在转的时候他，哎、欸，转的时候他转头。打死！我要被撞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没关系，怎么有个人跟我一起？我晕了！我天啊！你竟然见死不救！怎么了吗？啊，晕了！哈哈！天啊，这场怎么那么惨呢、啊？哒哒哒哒哒哒！你冲着小啦，坏死人啊！妈的！你在干嘛？我想走，他不让我走，而且还两次！我的天！拘束，拘束，拘束！啊，拜拜！没有，还没坏，还没坏。要坏了？不是，拘束到没了。为什么？我打出去的那个时候，他往前跑，打在地板上了。哇哦，你们的血很极限啊！干！我完了！我没有戳你，这个不是我，这次真的不是我啊！我只有前戳而已，我没有放技能。我打尾巴，我打尾巴，我打尾巴。不是哦，这次不是我，我只有往前戳，哎，我没有放向前冲刺。打起来！连，感谢新会员。啊，插一下。哎、欸，靠到头了，自由。自由。化了吗？撞有，可以有。哎、欸欸欸，
等一下，快九桃。啊？哎、欸？你怎么？我要帮他。哦。啊！我先回中间哦。哎、欸，不对。是啊，是啊，是啊。我是另外一张脸啊。那他，我在他的左脸那边。他有另外一张脸。好妖啊！光子做生意哦。哎、欸，好没，我打到棉弹了。起来。我觉得太快晕了。我已经很尽量的不要打头了。因为我刚才计算一下。快下来了，快下来了。下来了，给个软化好吗？好。我想软化，你们一直抢。啊，我已经不是他都要拍三下才软啊。我一下就可以了、啊。你要跟节操说啊。哎呦，我还算那个下来的角度，什么繁星啊？我也是受害者呀！我想说他软化的瞬间，我那个兜哥下来就别啦，没有，我下来的时候他脸还是好好的。你要跟杰斯说啊！哦、oh, ，HDP， 为什么不是讲讲？你们两个，讲等下不玩怎么办？哎、欸，他本来等下本来就不玩了、啊，还有一场啊、欸，还有一场是不是？对啊，那对不起，玩一下啦，江江。啊！我睡他吗？刚刚说了我什么？啊、你要睡江江？我睡他妈什么东西啊？我的天哪、啊！是啊是啊是啊！节操自己都受不了了。节操？他没节操？哇！不！哇！好夸张哦！天哪、啊！都说要睡了。我想说趁他睡觉前嘛，同 HTT。哎、小心冲刺，冲刺被断。好哎、欸，对啦。啊、要死了没？我是死了。哇！我是结婚的画面。你怎么倒了？哎、欸，好了，我看被炸飞。的那瞬间，你们打完了。有攻击性的在一起，没攻击性的在一起。哦，你们家练鼓是不是？有攻击性的在一起。怎么听起来像那个？对啊。在讲什么？就练鼓啊。听起来很像是那种什么？我刚才也在想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也听不懂。那种说法都很像是那种。我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嗯，优胜劣汰嘛。哈哈哈。那阿五可以忧郁症的理由啊？可以这样。干嘛？我看到你在旁边看那么多，没有，因为有时候纳刀接那个啊，哦，偷刀纳刀接，哎、欸，一样东西哦，剑切接纳刀啦，偷刀，剑切接纳刀，可以挡两次啊，嗯，摆位的时候很好用，可是就是练不起来啊。结果一场就十点。我天哪，还没啊，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两分钟可以再一场，要极限狩猎是吧？那等下整点的时候，我就跳 game 了。好啊，
你舍得吗？他舍得，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他抢七颗珠子，哎，你舍得吗？啊？我觉得他舍得。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梦想的人。我觉得他舍了。啊？啊？啊？到底说什么？说的、啊。我都是参券了。是哦。听到英娜两个字耶，所以是两个英娜有攻击性了，两个英娜有攻击性是不是？你们家好夸张、啊。是，生活一个婴儿有攻击性也是蛮正常的。他、啊、怎么会有没攻击性的？啊，他可能还没睡醒啊。哦，对，听起来很有道理。嗯，还会叫，打完叫你哦。天哪，好有礼貌哦，有攻击性的礼貌是不是？我打完了哦，先揍你一拳，再叫你的名字。他们家在练鼓啊，你听不出来吗？我脑海的画面是渐渐的转向医院那个放小婴儿的那种房间里面。哦，一堆婴儿床的那个。对啊。保温箱哦。哎呀。可以那个找你们啦。有的是床，有的是床。哦。哎、欸、哎，这怎么还没下？还没下？好像是我哎、欸。哎、欸，快下来了。嗯。可以了，可以了。给了，给了。给了，给了。给了，给了。谁短下头？好，来。他抢我工作，我不打呀。那我要跳干啥？好，一起跳。好，一起跳吗？天哪！一个、欸、对，好久没看你拿长枪了。我已经拿了三场了。我知道啊，我说这样，我在仔细想，我在仔细想我的回忆，好吗？哇哦，哇哦，哇哦！啊！搞不好清楚到我自己都吓一跳。我真的。哎、欸，他倒了快哟！你军事办准备好了吗？我觉得他要倒了。哈哈。哈哈，头完全不在这里，哈哈。哈哈。哎，啥？脏乱，好，一句话改天。啊，自给自足。哎，赶我屁事啊！回来，回来，冲来，冲来，冲来！他听到你要自给自足，他不爽啊。他说：“哎、欸，你的那些东西都跟竹鼠一样。”竹鼠。
撞他。他喷我。啊，对不起，我石头掉了。等一下。屁呀、啊，干我屁事哦。哎、欸，完了，我还在我填装到啊，巨鸡蛋。啊什么？嗯，没有。啊，你打我。哎啊，不要乱了！偷手那么快硬啊！啊，在打棉弹，年轻气盛，可以啊！等我一下，我装下棉皮。看我的绝招360度光晕！365度防御，对，365度防御。嗯，扒一下吧，那边可以。哦，啊，快死了！直接气。气到起飞！哎、欸，哦，差一点！又跑！跑！跑！哎、欸，骷髅头哎、欸，难得！哎呀，打到骷髅头了。下来，怎么回事？你身上不是有炸的吗？你是被炸下去的吗？我看你是自己下去的、欸。哎、欸，是吗？我因为我按下去之前，发现我人是倒的、啊。肉，耶，棺材喽！耶、欸！我看到有人藏枪了。没事，他真的嚣张到现在。阿庆感觉出来，江江很饿。啊？什么？挺爽的、欸。好爽啊！哎、欸，你家是不是养小鬼？是啊。你刚在练鼓吗？有啊，我听得出来啊，不然你怎么常常都那么多颗？那无敌防御啊，无敌！爸爸，我的爸爸爸爸爸爸，给你见识我的360度防御！很久没来看台了，真的，很久没看到你的 ID 了，都忘了你是谁了。我靠！我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啊，好恐怖啊！我吗？对啊，我一定要截图给你看。你超狰狞的啦，很烫啊！这边前面烫，后面又被戳。你看你的脸，我看我看。很狰狞啊！画面很棒耶，截的不错。靠腰，我以为这颗是我的希望，这个是火焰珠啊！啊，没料烧起来了，碎啦！碎啦！好，打到烧起来了，嗯，谢谢。我要继续去推木头了。我操！
好啦，那今晚礼拜六生日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啦，感谢今天抖内的那个我再去看什么捐，啊，你们今天给的都会捐给浪兔啦，哎呀，也不要觉得说为什么给你钱你竟然拿去捐，我说我也在帮你们做爱心啊，因为也是要帮一些可怜的兔兔们啊，因为最近真的越来越多发生是那种每次发现都是20只起跳的兔子，然后都是一些没结扎又是没有很好的环境什么养大的，所以想说就是把钱拿去捐给浪兔或爱兔，这样啊，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那我们就到这边咯，拜拜，我相信很多人期待记录档啊，好啦，那就这样啦，拜拜咯，晚安晚安，哇，今天有到300多人哦，哦，关台啦，拜拜。